喜欢跟不喜欢的人就有很大的区别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让我多笑笑，会很好看。他好会哄女孩啊。嗯，多笑笑会长皱纹啊。那人都笑一笑就会长生不老的 ，OK 吗 ？OK。拉钩。哇、啊，还拉钩？哎呦，哇！但是还有一点就是，我觉得，一切美好东西是不需要道歉的，一切美好东西是不需要道歉的，就是他本来就是这样的。加分加分，加分太加分了。今天。还挺浪漫的。嗯，心动啦。他有他的执着。哦，默默喜欢的。提起前边，让我的手轻轻。哇哦！在你的肩。嗯嗯。哎呦。在你的肩。嗯嗯。一二三四。恭喜恭喜！好，我来我来，好我来我来。送他一个最后的礼物，我为你拼了命要，我为你最后一次拼命了。啊，这个啊，要紧一点，松一点，紧一点吧。我自己讲，然后慢点慢点慢点。哎，我好怕。把鞋剪开是吗？嗯。这个姿势就不太对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我鞋太紧了，不好意思。剪开了，剪开了。你们看有多紧了，就是它又短又小。太难为你了。小钟也太会给情绪价值。我来吧。动手能力又强。真的。哎呦。他怎么这会儿这么会了？他好像就是对喜欢跟不喜欢的人就是有很大的区别。小庄老师小心啊。听到了吗？一个气势。哇，太疼了。哇，哎呀，哦，哎呦，哦，哎，这个甜腻味儿真的是，真的，我怎么牙痒痒？好，小庄让，小庄让，这水放的，来点巧克力牛奶。你有听过《海绵宝宝》主题曲吗？你唱第一句，我唱第二句，你要说的是是时候出发了，我回答是的船长，然后你说太小声了，我说是的船长，是时候出发喽。是的船长，是太小声了没听到。是的，哇，我先完成我的任务。我没怎么听明白，这怎么办？那就是和小庄喽。我这么帅，这是蛮好吃的。为什么我觉得有点苦啊？好了吗？好像还没有。他们俩真的就是在等吃的，也没话说。嗯，真的。我今天想啃大鸡腿。你看什么？啃大鸡腿。就这个聊天太尬。想问问，经过这一天的相处呢？你对我的好感程度有变化吗？如果有的话，你听完录音以后回来的时候可以随便换个位置坐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就看着办吧。很可爱啊。但是有变化是变好还是变坏？它都是变化啊。他肯定是说变好，肯定是往好了。对，好感度。对我的好感程度有变化吗？如果有的话，可以随便换个位置坐吗？不会换座啊。换个位置坐有点。我怎么觉得他不会换座啊？
没换，没有变化。好伤感。然后请你做好准备。这绝对不会是你收到我的最后一条留言。这绝对不会是你收到我的最后一条留言。哇，我也好想要有一个人这么肯定我，好像袁湘琴那种单纯而又执着。今天呢，在餐桌上你回答了一个是，但是我就在思考说，但是之后的故事又有谁能猜到呢？哎呀，就像今天我们穿着各种次元的衣服一起坐在这里，就好像跨越了很多种可能。我叫庄明如，你们也可以叫我小庄。采访你一下，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？开心。你说蜡笔小新和芭比公主，但是算了，就这样吧，拜拜。算了，就这样吧，拜拜。就他哦哦，看你啊，就是我觉得吧，就是其实我比较喜欢顺其自然的安排。怎么说呢，可能就这样确实会给我有一点压力，有一点压力。可能蜡笔小新和芭比公主虽然都是动漫，但是也有可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，不同的国家。想问一下，你一直犹豫尝试，就是考虑我的原因是因为异国吗？是因为异国吗？还在这。如果是因为异国的话，你可以抬头看一下天。你瞅的问号。很多因素了，很多因素了。总之，我很抱歉。